全国中吃咱新竹都上公庙，毛主席的这个姻缘哦，为什么？现在这个主理委员是咱北区市议员王美惠哦，就是一定的这个团队来对，在下就收尾了。建筑工其实伊个环境啊，交咱上阳光哦是相当同款一个情形啦吼。只是差在咱新竹都城公园啊，是转较快即个都城门。咱个即建筑工哦，就是咱本区本地区咯，啊一个标准路线哦，真是。看到刚才在头前吼，这个摕着这个串锣的这个小兄弟吼，看起来很威吓，但是吼打起来脚步非常的大啦，吼非常的大，这应该做大的，在做大的。大家敢有会记得拄才介绍吼？咱通常六上吼，头一个这个将军呢，就是由咱啊这个马爷吼，咱马将军来这个带领，啊过来就是鱼爷，过来呢啊就是蛇爷，这个鳖爷，啊就是鱼爷，双大阳光吼，这个顺序就是安尼来的吼。有三个小朋友吼，拢是伫咱城隍庙大汉的小朋友。伊若看到将军吼咧拜咱上公吼，因就会附身，就开始叫人变落咧拜啊吼。咱即摆来看卖啊吼，是咱建福宫的兄弟吼，虽然较大啦，也是即款囡仔虽然较大啦吼。水中站，你是谁的小孩啊？来，陈明君。陈明君的小孩，陈明君是谁啊？陈明君是谁啊？陈明君，来赶快举手一下。那你们两个我好像认识，你是谁的小孩啊？张新耀。张新耀就是你们常常在路上哈、哦，那个中介广告千万经纪人张新耀哈、哦，那也是我们城隍庙哈非常虔诚的信徒哈、哦，谢谢谢谢，快点聊，拼的啊，怎么可以失误？快点开始，张新耀的儿子，快。非常欢迎咱建国中啊，咱金将军啊来啊，感谢咱们这个感谢大家吼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继续咧，今日咱感谢台是来自咱新竹永福乡咱李阿公，李阿公吼，要来今日咱来感谢台吼，谢谢。所有的朋友哈，啊，那咱这个水台这边，那无注意啊，看到这个贵宾呐，啊有老弟无甲恁介绍一下吼，请大家吼，我坐到倒一边的时阵，我举一下手的吼，我看到我来特别甲你介绍，老弟来介绍，谢谢。
再一次感谢来自咱新竹金华宫咱的乐章的兄弟吼，啊，咱辛苦的这个表演，谢谢，辛苦，谢谢，谢谢。咱李亚忠跟赵亚忠哦，一定是咱啊金华宫啊要来恭请着咱的建筑工啊来跟咱幸福街吼，啊，咱的纪念院啊，边啊，还是一个非常。啊，传统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庙吼、哦。啊，我伫这个感谢台顶的头前，我有看到咱金华宫的大桥啊，内底吼中有徛着咱的主任委员，就是我上届竞选咱北区的市议员吼、哦，黄美惠黄议员吼、哦。你看看麦啊，伊挂着白色的口罩吼、哦，啊，手举一盖，佫拍手佫扛着。来，黄议员，你佫行行两届啊，好唔好？谢谢吼、哦，欢迎欢迎。感谢我们黄议员啊，带着100多人啊，这个执事团体啊，来给咱新竹头前，然后来给咱展店哈、啊，谢谢，多谢多谢。现在，跟咱感谢台前的是咱金华宫的这个连锁吼，你看到大兄吼，拿着7000块，啊，非常啊有精神，非常有力有力量吼，啊，把这个连锁吼，安尼一细一细，一波一波吼，啊，来坐到咱的新竹多谢风雅，安尼坐下，坐下，谢谢，谢谢。多谢多谢，钟干事，你好你好你好，来，共同来啊，新竹多成功也跟三鞠躬礼，谢谢谢谢大家，来，咱热烈掌声，欢迎我们建国宫建筑工，谢谢多谢多谢，我们欢迎几位黄美惠黄议员啊，啊，大哥。高山路，来支持你啊！来支持我们兄弟，来咱们新竹多成功也来展现，谢谢，多谢好来的艺人啊，马来啊，快点啊！要么就咱黄黄艺人哦，等你再展现一下的专技哦，来咱们顺利多票来连任哈，多票来连任，多谢多谢黄艺人，来再来邀请啊，咱的主理委员黄美惠艺人哦。起来台顶哦，啊来接受咱啊中国文的这个颁奖哈，谢谢。来，给你们拍个照来，拍个照，谢谢。谢谢。欢迎，要跟大家问候一下吗？非常谢谢哈、哦，天宇这个城隍庙有那么多的友工要来到这里，但是也是退回了2年之后呢，我们新竹市的一次活这么热闹的活动。非常感谢我们城隍庙以及各有公庙，再次祝福所有的新竹客人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非常感谢每位议员哈，每位议员就是我刚刚介绍啊，这个社团法人新竹市崇德会哈，最最最支持我们崇德会的议员啊，再次掌声感谢他。对慈善的力量，对爱的力量，哦，谢谢，感谢文艺人，感谢文艺人，谢谢。谢谢我们金福宫的兄弟，大家辛苦了，哦，总干事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。
再一次感谢咱是着啊，幸福宫。